大学跟医院携手合作，嘉义大学跟大林慈济医院签订了合作计划书，将来会透过教学、研究还有产学链结合等事项，协助嘉义大学打造成优质的中西药专业人才的培训基地。进一步目标呢，还要设立医学院。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姜黄种植园，好，那姜黄目前已经是我们算是很成熟的中药的品种。逐一介绍药草园种植的品项，鱼针草。白花蛇蛇草，对，然后当归。嘉义大学去年设置药草园，先以中医、中草药研究为出发点，朝成立医学院迈进。未来的中医系成立，我们会让中医师在这边念书的时候，就可以熟悉这些药材的种植，跟它的这个有些病虫害，跟它的这个种植参数的这个收集。嘉义大学对中医学生的一个期待。不止对于所谓的一个医术之外，我们期待他对于所谓的珍贵中草药的认识，那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够跟医药产业做更多的连接。借重丰富的医疗经验，嘉义大学携手大林慈济医院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。两个单位合作，我想以后不管是在中医学生的这个学生的养成，他的教育跟他以后的实习，那我们会更很紧密的合作。传授医学教育、人文永续经营都是未来交流重点，共同培育优秀的医疗人才。大爱新闻国际总调学信李家展嘉义报道。